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 点的实验室，我是 Y 叔。据说有这么一种生物，它的再生能力异常强大，不管把它切成多少段，每一段都能重生成完整的个体，它就是涡虫。据说曾经有科学家把涡虫切成了200多段，结果这200多个涡虫碎片都成活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今天我们就买来了一袋涡虫，来验证一下涡虫的再生能力到底有多强。诶，怎么就一袋水？好像什么都没有啊。哦，这么小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就几个小点。我知道涡虫很小，但没想到有这么小。刚刚把涡虫弄出来了，我一共买了10条，但只找到了9条。诶，涡虫怎么一下子变多了？数一下，好像变成30条了，好奇怪啊。大家注意看，每一条涡虫都还活着，全部都在动。接下来我们把这30条涡虫放进饲养盒里，然后让我们等待一段时间，看看涡虫能不能长成完整的个体。哎呀，我差点把这些小家伙忘记了，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才发现，现在已经过去20天了，来看看涡虫怎么样了。好像数量变少了，仔细数数还是超过10条的，可以看到它们还是会动的。我们放大一点来看看，看这条伤口已经愈合了，长成完整的个体了。再看这条，这条估计是中间的部分长成的，仔细看它的头部，隐约能看到它的眼睛，两个小黑点，应该是刚刚长出来不久，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成。看来涡虫的再生能力真的很强。这条应该也是，头和尾巴都有点平，还没有完全长成尖尖的形状，但眼睛等重要器官已经长出来了。这条，小眼睛。还有这里，两条在一起玩耍，可以看出右边这条应该是头部发育成的，左边这条是尾巴发育成的。看来涡虫的再生能力真不是吹的，虽然没有全部成活，也长得不是很完全，但伤口基本都愈合了，关键器官也都长出来了。可能最近天气有点冷，我也没有喂食物，长得比较慢。那接下来我会继续养着这些涡虫，关注我，等到天气转暖了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涡虫能长多大，长得多完整，期待一下吧。我是 Y 叔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本视频由 Y 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独家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 点子实验室，我是 Y 叔。昨天晚上在外面抓壁虎，正巧壁虎嘴里咬着这么个家伙，被我从虎口里救了出来。但为时已晚，它还是挂掉了。这是一只豆娘，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只豆娘。至于壁虎的视频已经在制作中了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来催促我更新。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叫成蜻蜓，其实也没错。因为它和蜻蜓都属于蜻蜓目，蜻蜓属于叉齿亚目，又分为蜻和蜓，而这个家伙属于君齿亚目，俗称豆娘。豆娘与蜻蜓的主要差别是，蜻蜓体型一般比豆娘大，蜻蜓的头是圆的，两只巨大的眼睛几乎覆盖了大部分头部，休息时翅膀张开，后翅比前翅略大，尾部相比豆娘比较粗短，而豆娘的头部呈现哑铃状，两只眼睛分别分布在头的两侧，休息时翅膀收紧，前翅和后翅大小几乎一样，尾部比较细长。接下来我们把这只豆娘放到显微镜下面，来看看这种神秘又古老的昆虫到底长什么样，特别是它的眼睛，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。